今天呢，来带大家看一下范思哲的特卖，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人山人海。谁说这个牌子凉了，你们给他道歉啊。今年这个队啊排的是比较夸张的，我们呢是6:30开始排队的，现在都快8点钟了。然后按照惯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，价格跟往年来说呢是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。鞋子的话是这个价格跟往年比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。都知道我对范思这个品牌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，这次呢主要也给大家看一看主要有点什么东西。也算没白费我排队排了那么久。感受一下这个买单的队伍也是相当的夸张，感觉至少半个小时能把单买。